你好，我是这只王子，我们这一款小金鱼。我用的纸边长7.5厘米，一共需要用到2张。首先折其中一张，把两个角对折。把这个角往上折。这一侧往上折。把这个角往下折，把这个角往外折，不要折到最边缘，距离边缘留出一小段，折的这一段大概等于留出的这一段。把这个。往回折，对齐这个边，然后把它展开，把这个角竖立起来，从中间撑开，把它压平，这角翻上去一下，把这个小角往里折，对齐这个折痕。要把它放下来，把这个角往下折一小段儿，把这个角往里折，这个小角往里折。翻过来，把这个角往里折，使下面的边对齐这个边，再把这个角往里折，使上面的边对齐这个斜边。这样头部完成了，接下来拿出另一张纸折尾部。首先把两个角对折，左右两个角对折，把这个角往回折。再把它往里折，展开，然后竖立起来，从中间撑开，压平，放到背面，这角往里折一小段。这角弄一个，这小角弄一个，翻过来，尾部也完成了，然后把它粘上。然后剪一个小羊脂片，形成眼睛，把它粘上，把眼睛画出来，画上嘴巴，画上鳞片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这只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